我现在往这边住啊，你得把鸡蛋宰了有。哎，你平时没，特别是你包进去，你要纸的纸，出来，完了这个要好干，我上次看，不好意思，来，这个要下一个。 一桶喝到满足，小城市下单，立享优惠，快来一杯吧！我现在就是这一套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一套，加上我这一套，我留了所有的好吃的荷兰，啊，这个南哥。 是高橙酸奶，自选水果，通过新鲜奶现场炒制，橙酸奶加水，一起调，冰冰凉凉，健康。
跟咱们那年是到珠海一样嘛，到那个啥小蛮腰了，不也是那个腰背吗？到岛上还是？那把它看小蛮腰也比较长的也是。Thank you.
客户。到你了，你龙你都不理我。台北现场福山湾主题灯光秀以及众多驻唱歌手带来的音乐盛宴，四方云海覆盖青岛一方海洋文化园区，让人看得心潮澎湃。好的，好的。青岛啤酒吃海鲜大餐，来美食广场，一百多种特色美食等待大家品尝。喝青岛啤酒吃海鲜大餐，来美食广场，一百多种特色美食等待大家品尝。喝青岛啤酒吃海鲜大餐，来美食广场，一百多种特色美食等待大家品尝。喝青岛啤酒吃海鲜大餐，来美食广场。盛宴，更多精彩尽在青岛奥帆海洋文化园区，祝您旅途愉快。欢迎乘坐夜游福山湾潮汐音乐会专线，票价179元，行时30分钟，乘坐初三潮汐海洋运输。我请说，他说后面是2次都停车，这你要全部都停车。啊，这里会。多少人呢？30分钟，从奥帆中心出发，途经五岳的青岛海天中心，第三航线旅客即可乘坐奥帆航空公司的特供景点。200多平米，200多平米。
快去摸。好，那块儿听到了，那块儿一块儿。
吃完我就。冰棍一块钱一根。咱们躲个场子，我也不差不了，偷垃圾怎么整？买个冰杯，买个冰杯，太好了。
那个小男孩他们在那个，在我们看那个对面帆船中心。这是旅游旺季，这是旅游旺季。哎，你们那吃过牛逼，在那个车台就没了，在叫我那个车台。我老婆那天晚上去了一趟，烧饼。那也算我五，因为我都没吃卷着那个小饼，我都没吃过。哎呀，有点哎，坐那小桌子难过。哎，对，哎那小桌子小饼。对。你那个多少烧烤啊？然后这一边我那回我就在一边看了一下，然后很多年轻人。家里没人的话，没有。五三天。哦。哦，我现在跟我来趟，主要是我现在吧，我现在还在外边，我要回去开车给你送的，我们回去的。那个小舅啊。到我那儿去，好啊，好吧，啊。不要老是。
刚见啊，联网废弃网。他叫你吗？
这样，对对，当时就是打算。